你说完之后再去吗？以后你把这做胶水，就没事了，给他拍个照放了，要不要就放了，要不然呢你，你就是放进去了，要为了拍照要拉出来再弄一下。对，所以我赶快过来拍一下。不是，听了吧？啊。那以后你把这做胶水拍照。 这个震动很大的哟，跟那个飞机起飞的时候呀。对。